今天也在发，是发发宝粥。哎呀，只有一罐八宝粥，都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排，不可思议啊。今天没有红包，就一罐。你看他手上拿着的八宝粥。真是过年无聊吗？就来排。还是真的穷吗？少这一半儿。哦，原来他领了，又在领，不断的插队，不断的排。